啊，我们来念十声来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啊！阿弥陀佛！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礼拜六五供老师开示啊，叫做警觉。像啊，这个修行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假如修行啊有警觉啊，啊修行成就很快；假如修行啊没有警觉啊，就好像一天过一天啊，那这修行就出问题啊。所以这个老师开示的非常好，说修行若未有静啊，当有警觉以非情。这句话啊，大家听了也听不懂啊。像给大众讲，人老啊，你每天镜子照看不出来的啊。假如说你啊，这个修行呢没有进步，那人家看得知道啊，你退步。看得出来的来，像学净土是很现实的，不要讲说我现在年轻啊，我不过几十岁啊，20岁、30岁、40岁，啊，这时间不留人的来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老师非常慈悲啊，啊，在相关大佛寺来讲啊，啊，这个啊，佛跟老师都希望我们精进的。像我们现在比丘尼啊都在赶工啊，假如说这里啊是四种啊，一定要精进用功啊，很重要的嘞。那救谁救自己啊，假如自己不能精进用功啊，那给大众讲每天啊时间给浪费掉了，而且身体啊你不要看说我还年轻，不一样的嘞。啊，你久久不看的，哎呦，那老那么多，所以啊，精进用功相不足，何来解懈怠上慢？啊，像我们也给大众讲啊，其实啊，人道来讲，这身体它是非常有限。啊，讲你要珍惜啊，每一天呢、啊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像我们啊，每天不空过。那你说救谁救你啊？所以常常佛法有一句话啊，这个呢，师父带进门修行，再给你看自己的啊。假如自己不有警觉，老得快，身体也出问题啊。像我这个问题，我也给大众讲，比如你来我们这里啊，身体某方面比较严重啊。假如说你今天不精进。那个地方会更严重啊，大家要有警觉性的。像这个修净土啊，主要在灵敏觉知啊。假如说一下子进入空间，没有灵敏不能见性的嘞。像我们不要看这时间的过啊，其实分秒都在老化。那怎么能够停止老化啊？不要想自己，想众生。就要像你们这房屋没有自己啊，你看都不老化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。啊，像我们今天修行啊，一分一秒过，体力啊不如前，哎呀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体力啊比以前差，那表示你身体出问题了。像我们也啊，给大众讲，修行是不病、不老、不死。啊，这死是身体可以脱掉，灵性不生不灭的。啊，是何与何处出问题啊？个性可有改，生活可有变。像我也觉得，我没有资格有个性的嘞。啊，我没有资格也能称佛的嘞。假如说你今天有称佛，还有个性，那我告诉你，不是学佛人。再来，疑心可有除，傲慢可有断。啊，
像我也给比丘、比丘尼讲啊，八卦师众弟子听啊，像我们是在度众，啊，假如我们傲慢，那不是度众，你把众生给推出去了，啊，每一尊都是佛，啊，你只是跟佛在学，啊，说等等啊，诸状况类型啊，莫多持，啊，类型啊，莫要持。醒过来是救自己的，这人好不好行？好，啊，下来给大众讲，要赶快见性哦，啊，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。像我们就是救自己啊，先是你们眼睛看不见，现在满满的来，像啊，超度满满，现在还是满满。佛慈悲啊，啊，一批一批啊，像宇宙银河系都知道，相关大佛是活在超度的。看到众生们啊，我们以后是不是众生？像我们有这身体，可以尽兴的来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们呢，越学越灵敏，反应快。啊，假如我们越学呀，六根有退，怀疑嘛，哎呦，事情可严重了。啊，那不是修行，那没修行，没人懂。啊，是为啊，险退为险进，是为身况与非浅。最怕就是分成调取啦。啊，假如我们一天到晚分成调取，我给大壮你里面老化很快哦。像我也给这大众讲啊，在六字后面啊，这能量不得了啊。像我是念佛来的啊，你不要看我坐在，我都在那念佛，不然就拜佛啊，不然就讲经，不然就超度。我没有停的嘞，啊，为什么念我六字抓紧？它叫做光照无尽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，对这六字后面，哎，简单的办，啊，这很简单的，那么多很简单，你抓不住的嘞。啊，真正的三昧啊，你抓得住，那你就不得了了。不要讲这六字后面很简单，不简单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老化之状是如此，将障于修行进化。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老化就没体力啊，坐着就睡了，啊，眼睛就开，嘴巴就开了。我看你们好几个都这样，那个叫老化，很可惜的嘞。像我也没睡觉，走了，一下就走了，这事情很严重的。像这个东西啊，我也给他要折法啊，知道哎呦，我好像混成拜佛啊，给大众对你帮助最大啊，不然就念佛大声，不是他要睡你就眼睛给他闭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情可严重了啊，习惯眼睛闭了就走了啊，这样睡了就走了啊，这不省人事，常常这样，你这人已经淡掉了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说老化之才是如此啊！啊，不要以为坐得很舒服啊，眼睛闭了见做工。像我眼睛也不喜欢闭，闭的空间太多东西，哈哈，我也不想看。你不要看这眼睛了，这眼睛一闭，哎呦，怎么吓死人了！啊，很可怕的嘞！啊，所以现在给大众讲，千万不要分成跟调取，
啊，我们讲的你不听，你就尽量睡吧，哈哈，你自己害自己，又不谁害谁？所以将藏修行啊，已经发啊，速寻人间啊，善导师二十一眼前希望会。像我们啊，香闻大佛是不得了哦。啊，来这里开智慧那么容易啊，只要你真诚心啊，开悟很容易的啦。像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。现在拜托念佛诵经很重要啊，一定要勤啊。再讲体力不好，拜拜体力就好了。啊，假如我们今天不把它当一回事，啊，若有懈怠，放逸当警觉，活好在恭敬中啊求的来。像啊老师的开始啊，大家好好的珍惜哦。就好像给大众讲法会来讲，佛都在等我们的来。所以给大众时间呢，啊，不要佛在等我们。那我们啊没有恭敬，早一点进来啊，啊佛就在前面了。啊，不要讲我一定要最后进来，啊说若以为啊少拜几拜就没关系，晚点没关系，假如晚一点没关系，大家都到，我再到也还不迟，还来得及。啊，说了再做，没说不用做，不用做，这不是佛法。这个就你的个性完全没改，你不能坚信的啦。像我们呢，佛法叫戒律啊。啊，假如说你们不遵守戒律，你想坚信，不可能的啦。啊，能够拜佛拜了，忘掉自己，拜五拜五拜拜，练五练五练个练，那找回自己容易容易。像我给啊，全世界的学佛讲，啊，学佛讲学佛两个字，啊，佛的开示，老师的开示大家听，教佛开示老师看，你的把。不但听耳边风，我告诉你学不到他功夫的啦。啊，要学人家在恭敬中求的嘞。啊，要理性的遵守规矩的嘞。假如我们一点规矩都不能遵守，那不是佛法啦。而且呢，比丘比丘，你报四众弟子。啊，戒律不说，那你们吃亏可大了。啊，你得不到没关系呀、啊，啊，你破了戒啊，都要受报的嘞。那受报在哪里看到？在你身上。啊，人家呢越学越有活力，啊，你越学越老。啊，越学体力越不够，那不是佛法的啦。像我给全世界人讲要听哦，啊，我们学佛主要在改个性的，啊，假如你个性都不改，不可能学到的啦。像你们不知道宝，我知道宝，啊，活在这里呀、啊，多做多赚的嘞，赚给谁？赚给大众。像我也不要功德啊，我可以往生的，不用功德的。像现在宇宙菩萨、延禧佛、新佛子啊，包括护法这么多啊，我做了越多，他们功德越大。现在绕地球一样啊，就越多，你就放业了，不然业怎么放啊？那为什么我今天？叫你去顾老师、顾居士、阿古特莫，你们要分业啊！啊，不能说活修了啊，收了我们啊，大家都回家了，
最少要啊发挥光大，活在这个地球啊娑婆世界叫做堪忍的世界啊，佛要救啊，你给他放起来进入本部盖的，你不得了啦！你没有翻页了，为什么？无量无边啊，像海水，你看哦，一直过来过来都救了，啊，把你过去所造业也翻了。像我给大家里面都很有智慧，取字取字啊，这取字啊就是他一歪你就正，他一歪你就正。啊，他不能歪的啦，可以的啦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哦，修行啊，心态在佛菩萨之众生之，若有这情形要警觉。啊，说了再做，没说不用做，不用多做，大家都到，我到了还。啊，晚到也不迟，还来得及哦。你比佛大，哇，这事情可严重。像啊，给大众讲，你是个高僧，你不能傲慢，你是渡水。啊，你越高僧要越谦虚啊，谁要？你不要众生，你要渡水啊？像我人道要不要傲慢？不行的嘞。也没有资格啊，所以此为被动傲慢不在意，诚心恭敬不足啊，此心所散出的是负面能量，是为退行啊，何能见性？吃亏最大是自己。像啊，很多人道业障重了，像现在很多魔王要抓苏师姐，哈哈哈。啊，苏师姐抓不到，抓四众弟子，家里面自己不小心被抓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在相关的时候大家要小心哦。啊，从华开开始都要小心，都被魔抓了，造业啊，很严重的嘞。假如我们里面那个身体就没魔抓走了，现在魔啊都在上面一直在转，找机会啊！假如里面啊正念不是正念，马上他就把你控制了。像我也给宇宙菩萨、阎罗西菩萨讲啊，啊，以前你都是控制人啊做坏，现在是做好事啊，不是控制人啊，啊。出生众善根很重要的嘞，啊，人心啊很脆弱的嘞，啊，你们念佛在那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可以讲观照无尽，起来了，那不得了啊！啊，对自己要一百一百个信心，为什么？每个人翻译啊，新佛子、宇宙菩萨、阎修都翻译了，现在要看你们的发挥了，很重要的嘞。而且啊，你发挥啊，你成功了，回去就会了，呜呜哇嘞，啊，世界就有救了。像我们啊，现在大家紧急的在操作啊，就要给飞机赶快飞啊！每个人都一点薄明力量，那就不得了。说多拜佛，主动拜啊！找到会场，宁愿我等人，莫让人等我。此为认真诚心的一恭敬，很重要的嘞啊！但要如此哦，绝会吃亏事。那么阿弥陀啊，像啊啊，老师在开示的，还是佛开示？全世界只有这里有。啊，我们讲听了，大家要去遵守。像我们遵守不是佛好，啊，是你本身好哎。
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很自私啊，啊，不是谁好，是你自己好啊。啊，明白事实真相，哎呦，你要来见性很简单的嘞。下来你们不遵守规矩，我就控制你。你们在那天那个魔咒讲，好，我控制不了你，你是东弟子，我给你控制。所以你们是东弟子要小心哦。啊，只要一个成慧心呢，啊，就中了他的计，狼狈为奸，造了业。我跟你讲，岩浆哦。啊，为什么岩浆佛杀？啊，人家佛要做这个地球。啊，来救人的心，你呀、啊，来破坏跟魔，南北为奸，还生气，那这火焰地起不来哟、哦，都是自己害自己的嘞。啊，说明白事实真相是修行进化主要原因。啊，英明白火不放，佛戒的保护下，不令身心污染。不造恶因，而是真心的心。其实人道很好修了，都是被控制了。啊，这个控制也是一个愿打愿挨了。假如你没有念头，他也不会控制你。这是很严肃的问题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明白是真假，都自己造业，对自己伤害最大。所以愿力若化出直指作去，同一句一句的佛号，啊，直指念去，像这个就最轻松了。对啊，自己帮助最大。像我们现在啊，男性啊。啊，你在这个，啊，在这小孩子身上看得见的，啊，你看他不能定，他喜欢玩，啊，他不晓得时间都不够。现在小孩子每个人都一样的，很严重的嘞，啊，说男性的进化真心性。啊，是真心啊！若佛菩萨皆心教导，人生啊，啊，一天过一天啊，不是办法。像牺牲小我，完成大，我救了地球了啊！你看，我赚到了，很重要。啊，做人就没有白来了，佛法很棒的嘞。啊，此真心啊，啊，若要佛菩萨皆啊皆心教导啊，这个知苦的来源，像我们现在讲经，你还不知苦，你不是一时就狂妄，你没路了。像现在啊，社会非常可怕的嘞。像在相关大佛是真正的希望极乐世界，好好的听经啊啊，能够啊求人解苦啊，是以人平伏啊动不安的心。像我们呢、啊，也给大众讲，你只要宇宙的准则，魔不会靠近你的。你靠近我也没用，我是好心给你写牌位，嘿嘿，我也可以不写。佛讲叫我要写，啊，佛很慈悲的嘞。像你们无法无天的，哎呦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也不知道自己几两几两，魔众知道吗？知道自己几两吗？啊，其实都是恐慌。没人懂，像现在我给全世界的小孩子有爸爸妈妈讲，千万不要给孩子污染，
啊，孩子无染的莲心变呢、啊，都是众生的嘞。现在很多完全变了形，像现在你在啊，这澳洲看到很多，哎呀，澳洲的本来看得很干净，形都变了，那个都不是他。啊，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。像人道救助问题，其实很好救。这人就是固执啦，像我们自己也没有本事，也不要有自己的主观啦，像自己都不能做主啦，这不能骗人的啦。啊，像我们今天也给大众讲，只要你宇宙准则，啊，真理正道，行之则安，偏之难离。啊，偏之难明啊，这意思好像听不懂，附体多了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不能我行我素，附体很多。啊，认清事实真相，心中恒定有定，啊，恒常有定。现在恒常就叫你要信佛，有没有信的？像我是信佛。啊，你多少魔咒谁怕谁呀、啊？啊，我这个身啊，能够救多少算多少。像魔咒，我也给你们提醒啊，你们这魔咒啊，现在在我上面在盘旋，对不对？没有我给你打开啊，你没办法救。生生世世，你看看，在岩浆的山底冰上，我才能去打开的。真的。几万年呐、啊，打不开的嘞。所以人道有个法身是了不起呀、啊，希望给大众讲啊，啊，要有法身对自己的帮助是最大，啊，能够救世。现在海泽法师知道了吧？没法身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没办法打开，对不对？很重要。像我们为这身体付出代价太大，不值钱。执着这身，执着自己观念，执着这身，自己就死定了。我是好心啊，你来找我，刚叫他给你们写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你们这贵的，我跟你讲真的，啊，这个全宇宙之间只有活着的人救的，没有人救的。啊，不受外界迷惑而入邪，认清事实真相，心中恒常有定。像现在我也给大众，像孩子都很冤枉啊，就像孩子来讲，喜欢玩，啊，喜欢好奇，啊，都进入空间的来，很严重。现在也很可怜呐、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这附体太多。啊，那为什么别人不会去护理他？啊，他要给他捣断，门都没有。好，啊，染心得到净化真心现，此真心呐、啊，若得活菩萨皆心啊，皆心教导，知苦的来源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，人道不能做主，很苦的来，因为都护体。现在不要讲说啊，还护的花开护的厉害啊！啊，我们本身也护的厉害，所以我给大众讲，一定要正念呐、啊！啊，你不正念，这事情可严重了、啊。啊，求能解苦，所以也能平苦。动不安的心，现在人道大家都很恐慌的，不是相关大佛是佛在救你们，外面很不安的嘞。他也不懂，所以给大众一定要学佛，帮助人。像我们现在啊，我也常常给大众信佛很重要，你看佛的教育。啊，
只要我们能够遵守。所以事实真相如何为啊这个宇宙准则啊，所以一定要遵守啊。像我们这里啊，你某种要干扰不可能啦，我作证的，我不准人大声啊，你一变形你赶快走，你被人家利用了，没有人用你的嘞。很严重的嘞，啊，所以啊，行之则安啊，偏之难宁。啊，确认啊，确认清事实真相，心中恒常有定啊。所以我们要给学佛来讲，啊，正邪看得很清楚。像啊，这眼睛啊，眼珠往上掉，大部分都是中邪啦。这眼珠有没有？现在很多、哦。阿多啊，就只有澳洲人很多，这眼睛都往上掉，眼珠啊往上掉。像阿兵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在惊醒有时候，这眼珠往上掉了，你这个一定要小心哦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啊，往上掉他就呆了。你的肿了，我这一次，这眼珠我不能往上掉，很严重的嘞。千万不要这眼睛往上掉，重点就进来，他的眼珠是往上掉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那珠子往上面散掉，你有没有看呢？那眼睛你要看，不是在对中，还有而且还没拉，啊，附体很多。他，你看他眼睛这样无力无力啊，很严重的嘞。啊，所以个性习气为轮回不休之因啊，所以个性若起啊，令啊冤亲有迹可循。像我们里面都是，啊。都是重灵哎，像现在佛爷把我们身体打开，哎呦，身体无限大，吓死人！像我给大众讲，你们天天不害怕啊？像这个一个身体，我是一个地球的宇宙银河系，跟新佛，你看地球还不满，也只不过骨头的孤身而已。那我有三个地球哎。你说这是不是很严重啊？像我们现在念头不对，就给人家控制的啊！所以个性习气啊，为轮回不休之因啊！所以个性若起啊，啊，令冤亲迹可循。像我现在里面的附体的众灵，要给我小心啊！你要在我们这里找到我抓起来，我给你火焰地。现在你没有看到说澳洲是火山爆发，我就把你抓起来丢那边去，再给我导弹，你再给我小心。我先跟你讲要听。啊，像我又发生，随时可以给你抓的，要给我小心一点。个性若起啊，令冤亲有迹可循。所以啊，行见业足啊，于是国现再入轮回因果中。所以要给大众讲，你看我们一直轮回没有停止过，闻到大法了啊！若改断因则因，轮回不造业，每一点一点点负担是为敬。真的，像人道不要有负担，很轻松的嘞。日子过很快啊，大家一定要找回自己，不要把一天一天过一天太可惜。很重要的。啊，若改啊，断因者也轮回，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也是劝导人道，你要听就救了，你不听我们也救不起。像我们都是在救人的啦。啊，不造业的没一点负担，而是敬业，所以行为自信的基本呢，啊，要知道这些都是方法。啊，知一切方法如梦，啊，如泡沫。
像我们现在知道身体是假的啊，能够以假修真，不要给假身给障碍，不给幻境所迷啊。像我们喜欢就是幻境啊，像我也给大众，只要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啊，不由梦境所困，当知啊醒悟啊寻回实践之心，每个人都可以的。像佛的开示啊，大家要听哦。像我们个性把我们自己给害死啊，不执着，不与人结恶因啊，啊，一切见好想好行好啊。佛法给大众讲，只要你能够啊明白事实真相，什么你都看好，人家看很坏你都看好，都能解决的来。现在啊，给大众讲，人道很苦的啦，这个疫情害得大家心都不安啊，要了解，赶快认识佛法。我也给网站大众讲啊，信佛，无量寿经造作，改，不要看别人，改自己，所以明白真相是修行进化主要原因呢。啊，因明白后不放，以戒的保护下，不令身心污染，啊，不造恶因的。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我也给现在在听经的啊，网站很多在听，学我一定要真心哦。啊，假如说你心不真哦，你不能见性哦。啊，那现在很多人问我真心什么，没有秘密。啊，你这心假如有秘密，你不能真心的啦，啊，也不能见性。而且现在学佛很重要，佛在做什么？啊，佛是在发愿。啊，我们也要发愿啊，做无做无做做，啊，愿一力啊，皆发出真正做去。你看一个人体，一个地球。啊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三个人，你说这不可怕、啊？像你们不是已经啊那个超度说几亿几亿几亿的魔众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不是三十几年超度，你看，你看这两年有多少？重重无尽的，还有魔祖魔孙，不要讲本人一个了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！你看魔祖魔孙不是不计数的无量数，哇！你是吓死人的嘞！所以我们的人体也真很可怕。啊！所以愿力若化，直直作去啊！啊，通一句一句的话，直直练去，很重要啊！你看菩提悟干的呢，啊，但是要读什么书？七岁小孩都悟了这么多了，那我们大人还得了？而且他讲话出来的都不是他，这事情可严重。趁他在讲，不是讲的。啊，是同一句佛号啊，自己练去，那严重的嘞。像谁现在谁敢生小孩呀？哦，没有人敢生，你不想还严重到好严重的嘞，护体护人厉害啊！现在不懂的人啊，一天过一天了、啊，懂的人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啊！所以染心得净化真心现，此真心啊，若得佛菩萨皆啊皆心教导，知苦的来源。像我们现在啊。佛开示，老师开示，啊，要好好自己去看，能苦不苦？
像我们啊，给他的我们是众生，而且你看这满满的众生也是众生，啊，那为什么大地啊啊尘土啊蚂蚁也是众生？心念不对，所以求啊能够解苦是以平伏动不安的心啊。所以啊，给大众讲，我们今天啊各行其迹，轮回不休之因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听佛的话，赶快改。现在我看人大不能来，这小孩子已经附体了这样，你说他怎么长大？而且啊，我们还可以给你抓，人家不会抓你的脸，以后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样子不一样，而且越吃越胖，样子又不一样。现在很多是这样，你不想？你看有时候你要坐在外面看到澳洲人，根本就不是他在走路，很多人在走路。哎呦，真的无眼眼面看着这，问了佛的，这世界不能来啊！佛就讲啊，人度多少算多少，也不要放在心上，真的很难度的嘞。像啊，你们呐、啊，这个念头都不对啊，啊，一定要改啊，不然会害死自己，没有害死谁。这空间很复杂的嘞，所以啊，主要是改个性啊。啊，你要个性啊，这个越难改，你冤亲越多了。像我说正面跟负面，啊，你要正面就没事，你要负面就输掉了，没人懂。啊，所以什么都要正念，啊，正思维，什么都看好，啊，所以啊，个性若其冤亲可稽可寻，啊，业见业主啊，啊，于是果现再入轮回因果中，若改啊断因则远离轮回，像我们现在要听话了。啊，听话就自己要有真心。像我们自己没真心，就把自己给害了。说不造业，没有一点点负担，是为敬也。行为自信之啊基本。啊，能找回自信呢，能做主啦。只要你不能找回自信，不能做主。说是一切皆幻，如梦如泡，泡沫。在讲这个泡沫啊，我也给大家讲，其实人道真的很不值钱。看人家死的，你看看，啊，在台湾我们啊自己就有亲戚看，啊，人一死就不值钱的了，抬走了就没有了。香港也一样啊，啊，你死掉，人家爹抬走就没有了，也不回来了。衣服再多也没用啊，所以人道啊真的是很悲哀，要好好的修行啊，修行啊最早自己能够做主啊，做主就不给附体了，不然现在附体太多，很可怕啊，这个附体啊，你只要不会抓，这事情很严重啊，自己也被附体，也不懂，那事情更严重。说生于其中，以假修真，啊，不为假身所障碍，啊，不为幻境所迷，不为梦境所困。像现在这个东西都幻化的，将来众生啊学不完，进来不进来我都知道，很多的人。啊，我说人啊，做人不正，做了鬼轮回，啊，要叫人家写牌位，很苦的嘞。啊，说自当啊，行悟行见之心。啊，很重要，不执着啦，不与人结恶因，啊，像现在也给大众讲，人道不懂，恨你他都进你身体，所以你要报仇也是输掉。都在你身体，而且你身体空间，像那年代很可怕，啊，干
他你几年在你身体，就像这次你跟他结，你只要死掉，你不要来出事，出事他就进你身体了。这不是佛解开，我们也不懂啊。人道不能来啊，人道要救世啊，所以一切见好想好说好行好啊。弥陀圣号绵绵不断，这个静静无垢啊，善善无恶。像救我们自己只有这样，静静无垢，很干净啊。你在听的不好的，好的也好，不好都往耳朵走的都不要听，保持自己的净化。救自己没有救别人的啊，心转也是转静的。像我们啊，现在给全世界人讲啊，这个身体虽然是假，它很有用啊。那用在哪里？用在给大众讲，可以灵性的突出灵敏觉知。像我们今天假如能够用这个身体找回灵敏度，这身体要保持净化啊，那个净化就是不被附体。现在附体很多啊，你才会看得出你们吃东西有时候喜欢吃咸的啊，有时候吃甜的啊，有时候吃辣的，吃什么口味啊，有的入脸越来越重，很多都是附体的。所以啊，自性化身的现任就是度众众生，正报人令一报转。像我们现在给他懂，我们都是学佛，就是在转境啊，不是境转我们。所以自性化身得现了、啊，可以的啦。像自性化身怎么的，看人就超度啊，看人家口就观想给他超度，观久了你就成功了。只要在这慈悲了啊，这是为修行功成就值得赞叹。说自性法身得现就是度众，心量越大越大啊，正报啊，正报能令一报准。像现在人啊，大部分一报随着正报准，不能做主的嘞。像净土法门呐，啊，给大众讲容易往生，他叫你干净，啊，越净化越净化，啊，能够佛号绵绵，啊，秘密，可以的来。啊，心转一啊，净转。现在我们身体来讲，哦，这么多重灵，真是实在吓死人。嗯，很可怕的嘞。啊，今天不是佛打开，我们也不懂。看到这么多的重灵，每个人都这么多，没办法做主的。所以啊，心转也是静转了。啊，一定要知道是为修行功夫成就，值得啊赞叹。法身很重要，现在我也希望啊最少1000个法身，法身世界的救济啊，一个救一个。其实法身就简单，只要你会操作都可以，没人懂真正的实行呢。啊，人花十愿，啊，人花十愿，可能大家也听不懂，真正踏实去做了，去突破了，啊，步步实行，人之生命啊，以将生命化为。
啊，你要只要发愿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发愿怎么着？你救你就是救自己。啊，你看你救多少？就像我们讲布施来讲，你不要讲说布施，你布施多少是在你身上得到。像我从小都会布施的，我在我身上得到太多了。啊，也不是说特意去布施啊，人家布施不是，你要自然。啊，我们要台湾话就叫度量啊，知道能够施施，能给用最好，这对自己帮助最大。没人懂。啊，像我们呢，能发挥自己生命帮助人，爱有人的生命不得了。啊，你帮助人苦，你的苦就离了。啊，你帮助人家病，你就没病了。真的，像以前呢，也没有学佛，也不知道大法。啊，给医药费自己就不生病，人家感冒一堆，我也不生病。我才知道哦，这个医药费很重要。啊，这看得见的。所以我给大众讲啊。只要你做什么啊，在你身上都得得到。啊，不要说刻意说我要做的就是要这个，那我告诉你得不到。它是一个自然。啊，自然的发愿呐、啊。啊，就像啊，我有剩的，好了，布施掉。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佛啊，你造什么因啊，啊你就得什么果。啊，造善因得善果，造恶因得恶果。现在我们现在修行也看得见了，啊，也不能骗人了。啊，能发十愿不不行，啊，人之生命的意义，就好像这生命它是借你用的，啊，几年而已、啊，你能够精进，啊，把灵性给提升。现在我在讲，大家要听，很重要。灵性越灵敏越提升，那我告诉你，这身体就值钱了。就像你们在房屋呢，像刚刚你在看的就知道，看的其实它不止一个，很多。你才知道这身体附体很可怕的。所以我们啊，尽量不要有念头了。啊，念头越多，众生就越多。像我都在教你们呢、啊，不如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像我给比丘、比丘尼讲、师众讲，像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要看坏，啊，只要你都能看好，啊，也是救人家一条命的、啊。假如你什么都看不好，啊，你自己也不好生存，啊，就好像给大众讲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、啊，很重要的嘞，像我们要给人家见信，你说你自己怎么不见信？绝对见信的嘞。啊，将生命发挥啊，不忘自己生命真心，可以的嘞。不能做主哦，护体多哦，啊，不是只有一个都在你头部、哦。学佛很重要，啊，他叫你正，你绝对不要邪，邪了你就被护体了，说不忘自信，生命真心。说孩子啊，实行为实进步。现在我们讲这实行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做到了，这个心啊，现在我给他说，学佛，佛心很重要。啊，你讲学佛没有佛心，你精进也不能见性。
很可怜的。像我们现在呢，学佛听经，主要是改自己个性的。像现在你们啊，听经也听那么多，知道这个性，哎呀，很可怕的。啊，只要你个性附体就多。啊，你头脑乱想，附体就多，都不能做主的来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啊，如理真修啊，真精进。像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不要看近，啊，这个方法的近很多，就现在好像这世界的五花八门呐、啊。啊，你只要喜欢看近，五花八门，大不了你心也不能清净。不能见性的啦。像为什么佛一直叫我们改个性，其实这个性是身体在用。啊，你个性不改，你灵性不能提升呢。啊，那就障到了，你这一辈子就完蛋了。我们主要是灵性的提升的，像我也给啊比丘尼讲，师兄就讲，包括现在啊这个网站在听，主要是灵性的提升的。像你像灵性的提升，就像你们可以跟这众生对一样啊，你问他众生有多少，不死哎，那为什么他众生他想来的 啊乱想乱想，众生一堆在你身上。像我们有没有资格去爱人啊？啊，有没有资格去娶人啊？我们没有资格的，身体都不是自作主，你要去爱谁？太严重的嘞，这非常的严重的嘞。现在呢，人道来讲，男女来讲，他是没有依靠，谁都抓谁，哪个可以依靠？骗人的嘞。啊，说如理真修啊，改个性调自己，啊，调整内性主观，内性主观大家可能听不懂，人家讲的意见你有意见的，而且个性很强啊。像我们现在修行啊，要给大众讲，已经跟佛对，还是给佛啊做主意，因为毕竟人家是住持。假如说你们比丘不丘的呀，啊，谁啊不要。啊，问过佛自己周子瞻，我们也不行的嘞，这我不敢了。像那个国旗啊，我是做两层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后就是三层楼了，窗户啊要贴大的，我要做套子做起来，啊挂起来，你看看净土本部不是很好啊？国旗是国旗，也不道理啊。既然能做这么大最好，啊，外面看得见，左右都看得见，刚好做两张呢。啊，这是佛给我智慧呀、啊，都要的啦。啊，所以要给他这个无要有感受思维啦，调整内心主观。啊，这个内心啊，给他这个。不要有自己太多的构想，啊，因为你内心呢太多的构想，有自己主观，你不能见性的，这个对自己伤害很大。一身轻呢，像现在我讲经啊，银河系也听得见，宇宙也听得见，像今天你看这么多人来求超度。其实你只好听佛开示，老师开示，啊，有魔咒就赶快来了。魔咒不要讲，我魔怀要你们，佛没有看到你是魔，啊，就是啊，没有人教育啊，变成魔，啊，没有人看你是魔的嘞。啊，附体越多啊。他也不快乐，你看到他不快乐，啊，他都看东看西了，附体太多了。
啊，说调整自我。像你们现在没有灵敏不晓得，我这灵敏很，他一进来我都知道。所以我们那学佛也是在学灵敏觉知的。啊，所以佛常讲，当知解我，啊，真修实行。结果我在哪里啊？你的我就是给大众讲主灵了、啊。你的灵敏觉知有没有主灵？有没有灵敏？像你们现在访问算灵很灵敏的。啊，假如你速度越快呢，越灵敏了，这是这样的啦。假如说人家在讲你没不能举一反三的灵，就没有灵敏了。就好像东西进来，你马上知道；就好像他进来，我都知道。你有没有感觉？不能骗人的啦。所以你要讲，我们身体就脆弱哦，要进来很容易哦。你才知道我这个很严重。所以我现在给宇宙菩萨、阎罗西菩萨啊，跟新佛子讲，是你们要去做主出生众生根啊。人道要一百的不偏是不可能的、啊，啊，一定要给他转转转，就好像你给人家要做这，人家转恶念的意思一样。那你们经验丰富啊，那我为什么要叫你宇宙菩萨进去啊？啊，也是要救地球的嘞。只要地球救起来啊，啊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宇宙菩萨、阎罗西菩萨、新佛子翻页了。你没看到那个那天有一个魔众讲啊，他说我们今天啊等很久，就是要给地球惩处坏空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结果现在我们给他破坏，这他不晓得地球的惩处坏空，他担当不起，他疑惑在哪边呢？就像我在讲这美国不是太空署到星球吗？他们就在那大地，他完全几万年不能出来，很可怕的嘞。在某种他都不懂啊，今天呢不是我啊，佛讲的打开，没有人晓得某种去哪里，都在大地，是吧？啊，他最爱就是控制你们了，啊，你为什么给他控制？你跟他嗜好一样，他都控制你了，划不来的嘞。所以佛才叫我们呢，一定要慈悲，啊，什么都看好。实修实行啊，证明是目标前进，你这才不会被附体，不然附体那么很容易啊。现在我也超度超这么多，佛才给我金刚掌啊，不然我没有办法坐在这里，太多了。那为什么进你们这里不晓得？你们已经习惯了啊，那个习惯在哪里？你会睡，没有能量。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啊，你啊，越有能量，啊，越有能量，自己把自己给救了。像我也给大家实修实行很重要，没有人懂。啊，你要看到整个大地来讲，都是重点。啊，你们现在空间打开啊。你大地站在那边，哪个出来讲话？里面有多少？几兆几亿都有，他都可以跟你对话的嘞。像这人体不是科技啊，所以外国人不懂，还在研究花那么多钱，啊，不如来救小孩。现在小孩已经都不行了嘞。啊，为什么小孩都不行？被附体啊。不然你一个七岁小孩子怎么有这种举动？很危险的嘞，很可怕的嘞，没有人懂。所以啊，证明之目标前行解脱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我们今天修行，我给大家要真修。啊，你假修都生病了，现在也看到自己身体出问题了，亮红灯不能骗人的啦。
啊，也没有谁害我们啦、啊，谁害你？思维害的啦，把自己害了，很严重的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这一切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啊？像我们今天学佛来讲，信心很重要。啊，你信心有多少？对佛有没有信心？信心有多少？啊，你对佛一百信心，你把佛的东西学到了。假如我们现在还有贪嗔痴慢疑，最怕就是疑啊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。像现在人呢、啊，啊，对佛法没信心啊，不成才，这人已经没用了。啊，而且常分成渐渐，啊，常分成能够修行啊，分成渐渐减少，那你就是在进步了。啊，这分成很严重。大部分是越来越啊越沉，不是真实的。像现在里面佛语啊，谁也写不出来，佛语都出现这里啊，而活着开始，你们一定要珍惜的来。啊，佛给你们开始，一定要入心的。假如你啊啊这个对自己没信心，你这个没有用的来。啊，不能成才的，那给大众讲，你是轮回的，没有人害我们，啊，问题就是自己害自己。像现在我们的修行在哪里？我们不想轮回，啊，不想轮回，你的众生这么多，啊，你怎么去救？你不救人，你众生不能化解的啦。所以佛才讲，你要度众。啊，你度越多的众，对自己帮助越大的，为什么？你才能翻业。就好像我给宇宙菩萨、阎罗西菩萨、行佛，啊，我干佛说了这么多，啊，几十个地球都有，啊，不是修来啊享受的，修来救世的，所以我现在还用这三位先来救世看看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啊，能够救世起来就不得了了。啊，像你魔众都在转人家的念头，有没有道理？啊，为什么可以转魔，不能转佛？我这样听得懂吗？啊，应该转佛才对的啦。像我也常常讲，存好心做好事，行好事做好人，每个人都可以的啦。假如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啊，常听经闻法入心入耳，分层会减少的。假如说你啊，今天啊听经还是睡觉，那这事情可严重，而不是谁淘汰谁，自己淘汰自己的。像我们修行来讲，华喜充满，啊，明白过处，啊，与修行日常生活有所悟处，啊，自己能够为大家服务。啊，能为大家服务，大家可能 啊也听不懂。像现在佛啊，在救世，主要你能跟佛对语啊。啊，你能跟佛对语，对你帮助很大的。而且拜佛的身心清明，啊，身轻许多。表示消了许多业，就越拜越轻，啊，越拜越轻，啊，单念佛，烦恼减轻啊，胡思妄想，这很重要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啊，不管念佛诵经，就是不要有妄想。啊，你妄想越多，重灵就越多。现在我也给大众讲，我们身体是重灵在吸气用，啊，重灵它没有地方去的。只要你个性一念，它就进你身体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经，就在这里啊。
啊，这样你啊，一啊，有个性，啊，个性中正就进来了。所以要对自己修行啊，啊，一定要知道，主要在拜佛令身心清明，身轻许多，表示消了许多业。假如拜佛睡着了，那不如法。啊，假如你拜佛都缠在睡觉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。啊，拜佛是能量，而且我们附体很多，拜了佛把我们给接走，那是拜佛了。我们身体都是，啊，都是众灵的。而且你拜佛以后啊，啊，常念这个常念佛，烦恼减轻，扶助了万象，断恶念。常诵经时啊，突然通达明了。所以啊，经典不能去研究，它是自然的啦，啊，自然开悟啊。啊，这都是令自己得到法益啊，这个得到法益也给张总讲啊，越拜越舒服啊，信心又有，找回自己，像自己都要双管齐下的，像那人道，假如你在修行一定要坚信，你要对症下药，你弱点在哪里，你怎么去改啊，你是最烂的弱点在哪里啊，我为什么进入空间，我要怎么去突破。像我一个这样，像我们的法会啊，你们是看不见的啊，有不得了，祖师大德西方极乐世界只要超度都来的嘞，不得了。啊，你要是要认真的、真正的拜佛，不然我们附体太多了。啊，你附体多，啊，你呀、啊，没有把握当下每分每秒，我告诉你，不能见性的。啊，像我们要出门了，问佛，佛就讲，佛号不能间断，阿六十种很重要的。而且你看，佛常常开导我们，我们每一尊都是佛的人。那为什么现在今天这样？就是个性把你们给害死。啊，所以要救救自己哦，啊，不是救别人。啊，你自己救不起来，你去救谁呀？不能做主的，像我们呢，也给大众讲，都是要找回自信的，真的能做主。啊，说自己啊，一定要二六十种精进，啊，不要管说睡觉在家睡，啊，你睡不着也可以拜佛啊。最怕就是。我今天呢、啊，啊，才睡几个小时，这个事情就严重。假如一在计算之后你都没有睡到，你不可能修行的啦。我给大众讲要听，那个你已经啊不能够进行。啊，我才睡几个小时，那你的事情就完蛋，不管睡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你就输掉。像修行来讲啊。累就休息，休息就突破啊！而且是自然而然，而且开悟也是自然的啊，都不能做主啊！
啊，那就修行就白修了。啊，像我们呢，修行啊，主要是要见性的。每个人都可以的啦。像我们现在知道，行于正道得以上报，啊，行于邪道必得恶果。现在恶果很现实的啦。现在人道来讲，你看生老病死，什么病都有，你看那病才知道，哇，你造的因有多大。像我也给全世界人讲哦。啊，修行主要是找回自信。啊，那个自信就灵敏觉知啦，灵性。所以唯有人生呢、啊，修行渐进，法身自在，能突破空间时间。啊，宇宙尊来回自如，啊，无人可挡。可以的。